道德丛书学习模范人生观之序文心得报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诸位法师，大德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真诚。 今日恭敬汇报的题目是《道德丛书》学习模范人生观之序文。一切法不离因缘。二零一五年，某宾客拜访进宫老教授。 呈送《道德丛书》一套，老教授一番。此书为印光大师所发起的红化社所印行，并附印祖的序文。本书是民国时期陈静一先生所编著的古今中外。 《历代道德故事精华选集》于一九三三年印行，所选取的中外历代典籍中的道德故事，囊括了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。 八德规范贯穿父子、夫妇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五伦大道，家言一行。君介绍行善积德之善报，恶心丑行则富有。 败俗绝伦之恶报，对于家庭教育、人生问题、职业道德、妇女修养、慈善政绩、趋吉避凶、因果感应等各类问题，均分门别类。 予以阐述。图一，《道德丛书》首页。一，道从《道德丛书》简介。《道德丛书》共分为十五册，即十四本。一 模范人生观，注重品行与学养的修习。图二第一册封面。二妇女故事将各类妇女的孝顺、节义、勤俭故事等收录其中，并录。 不孝不义，贪妒作恶之反例，使读者两相参照。图三，第二册封面。三，家庭美德，勉人体恤家人，尽则和谐其家。 远可及于其足。图四，第三册封面。四孝史借由善力，激发人人本有的孝心与善性，使人人孝养其亲，老有所终。 图五，第四册封面。五，官吏良贱，免为官者，善尽职守。图六，第五册封面。六，法曹归臬。 收录传历故事，使为小利之人亦能体恤百姓之苦，而能够以德爱人。图七，第六册封面。七，民间异行收录。 民间各类职业，如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医等之善行，以感发读者善性。图八，第七册封面。八，军人道德，收录军人之忠义。 仁德善屯垦，有谋勇者，亦罗列恶积，昭示后人，诸恶莫作。图九第八册封面。九考试佳话，科考中。 得名、复名与失名者之实例故事。图十第九册封面。十巧谈分善恶两类，收录奇巧无匹之古今实例。图十一。 第十册封面。十一人兽之变，收录各类动物忠主、孝顺、重情实力，并录人因为不善而化为畜生之故事。图十二。 第十一册封面，十二命相真谛举相人术士实例，收录求财、求子、延寿、免灾故事。图十三，第十二册封面，十三。 富士真言内容均为教人周济、救灾、恤孤寡、修桥、筑葬，免人行有余力，则兼善天下。一举巧偷豪夺，重利盘剥，囤积。 居其者之恶力。图十四，第十三册封面。十四，政务先例，则录查灾放赈救荒之实例，将先人善行流芳后世。十五。 冤孽收录多种诉冤、报仇、险恶及索命故事，事涉玄明，但人胜凶邪，得除不祥。其真意乃在导人为善。图十五，第十四册封面。 民国年间，本丛书印光大师曾经注印流通。然而，由于时代变迁，卷制散佚，因此，二零一五年十月，进宫老教授重新翻印一万套。 广泛流通，劝勉学习，可见道德丛书先后得到近现代两位高僧大德的重视，是一部优秀的道德教育和人生修养宝典。因缘成熟。 性能再度面世，普利众生。图十六，《道德丛书》韩册二，印祖序文，印光大师亲自为《道德丛书》。 做了一篇序文，简要详明。此序文收入印光法师文钞序篇中。今从印祖的开示与其他两篇序文来认识这部宝典。印祖曰：“因果者。” 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自古以来，世出世间的圣人之所以能够治国、平天下，以至于脱离生死、救度众生，是因为。 有因果教育的缘故，因是什么呢？果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分析这两个字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因，就也。从为大。”因是大字和为的本字。 为组成的，所以是一个会意字。段玉裁先生认为，“为”就像建筑物的基址，“大”是扩充的意思。合起来看，依托基址而不断扩充，可成就建筑。 因的本意为依靠，由此引申泛指缘故、原因。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，故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开佛之见。” 图十七，“因”字的演变，“果”字。说文曰：“果，木石也。从木，向果形在木之上。”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形，像果实。 长在树木上的象形，所以现在的楷书字形上面其实不是“田”字，而是一个不成文的符号，代表果实。本意为木草等植物结出的果实，引申为。 事情的结果，又引申为众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的报应，称为果报。如《涅盘经》所说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”所以大道至简。 古人造字，取人人能理解之法。文字涵盖了古圣先贤的智慧，因果也是如此。从这两个字的来源，就明了因果的义理。图十八，果字的。 演变，儒释道三家都崇奉因果教育。首先，印祖引述孔老夫子对《韦编三绝》的《周易》之赞叹，《周易》开端说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” 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，陈述了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真理。而周武王战胜殷纣王之后，向商朝的贤人箕子请教治国的大法，箕子转述。 大禹治国的方略，著洪范九谋当中的第九条方法为：相用五福，微用六吉。意思是：以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这五种。 人生幸福的果报，劝导人们向善，并用与此相反的六极，即早夭、疾病、忧愁、贫困、丑恶、懦弱，来警戒和阻止人们作恶。 这两个例子，乃前生现世因果之意。但世间的儒者却不明了因果报应的义理是和王道政治相同的。然而性情之凶暴，寿命之短促。 与身之疾病、心之忧患、境遇之贫穷、面貌之丑恶、身体之孱弱，这难道都是王政所造成的吗？这种思想实在是大大曲解了王政，而且违背了圣贤的理念、智慧与方法。 圣人以《大学》开宗明义所说的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根本。尊敬的进恭老教授。 在二零一五年冬至祭祖大典的演讲中，解释《大学》的开端“明德”，就是《三字经》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也是佛法讲的自信，所以。 明德是体，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；亲民是相，是现象。亲民的亲是亲爱，民是大众。亲民的意思就是博爱大众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慈悲。 明明德是自度，亲民是度人，然后才能止于至善，就是用这个作用是就近方便，达到圆满，达到圆满才叫至善。明明德，亲民。 止于至善，这三句话把大道的体、相、用都说明白了。这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宗旨，跟大乘佛法都能相通。要达到明明德的果。 其初步功夫，须从格物之因修起，也就是熄灭贪嗔痴,痴慢等诸欲望，革除了欲望，自然恢复人人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，德能向好。 本性显现，必将能做到诚意正心修身。学者明白其道理，从格物的源头开始修起，这才是真实的学问。可是，人的根基不同。 对于中下根性的人，不能够去除欲望，以达到诚意正心修身之道，需要多为他们讲解三世的因果业感与六道轮回的事理之真实不虚，则他们。 必然致力于行善，并且加以去除恶的行为，犹如照镜子一样。用颜回的“四物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和曾子的“三省”：忠厚。 诚信温习，来审查自己的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如此自然能够逐渐达到将心里的欲望消除静尽，进而成就了明明德的地位。在这里，印祖。 以大慈大悲，特指生路。因为我被凡夫，往往被欲望、烦恼牵着走。此生路即是多学习与了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世因果，对今生果报。 产生畏惧之心，就自然行善；对来生六道轮回有所恐怖，则求生极乐。所以，《观无量寿经》的第三福说，深信因果，甚至成佛的大事，也有赖于。 了解因果，即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由此可见，因果教育是不可或缺的。后世的儒家学者既会谈及因果与轮回的道理，因此已经无法。 透彻阐明为什么得诚意正心修身，于是失去了督促人断恶修善的权责，又特别发表似乎高明但脱离实际的论调，以显示自己的造诣很高，认为有所为而行善就是恶。 人死了之后，形体既然朽烂消失，灵魂也随之而飘散。纵然有地狱刀砍、火烧、冲磨等酷烈的刑罚，又从何实施呢？所以，他们认为，为了得到大众的信奉，佛教才以。 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的道理来欺骗无知的众生。由于这种言论的缘故，善行就无法将劝，恶行也无由惩处了。即使有治理国家的方法，因为失去了根本。 所以只是属于皮毛而已，从而导致东方文化衰败，而欧洲文化风行，全盘抛弃了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一味追求西方的新文化，而且变本加厉，使状况更加严重。 导致废弃经典，废除伦常，亦废弃孝道，丧失羞耻感。现代社会之所以发生各种惨剧，例如杀父杀母的恶行，都是因为人类违背了伦常道德的缘故。于是。 有一些人发心挽救世道人心，集聚在一起。他们或是提倡佛法，或者著述善书，目的无非是希望大家都能明了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、改过迁善、贤邪存成。 从而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，并且促使人们落实《大学》所教导的八事，即是革除自己的欲望，致知诚意，正心修身，齐家治国。 平天下，由此显明自己本善的本性，才能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，恢复自己本觉的觉性，从而恢复原有的天道，以期消灾免难。 兴起礼让的社会风气，人心顺从天地的自然法则，就风调雨顺，如同尧舜的太平盛世一样。人心回归贤明良善的性德，海内外的有心人都是怀着这种救世的心态。 江苏海门的陈敬一先生，博学多闻，注重于实践，躬行圣教。由于明了因果的缘故，他急切的希望能够诱导世人回心向善。此书词义圆通，事理确作。 运为固疾之良药，迷途之导师。如果有人能够刊刻印刷，广泛流通，其利益甚大，不可称量。最后，愿有心力、口力、财力者贤注意焉。民国二十二年，癸酉秋，西元一九三三年。 伊尹躬耕畜生，适应光谨传。三王震序文，《道德丛书》还有两篇序文，在此浅显的译解，仅供参考。第一篇序文是此书的功德主。 王震先生所做的。王震，字依亭，号白龙山人，法名觉气，浙江省吴兴人，是清朝末年著名的书画家、慈善家、买办资本家、民主革命家。 一生虔信佛教，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。他的书法与绘画，至于道德丛书的篇首，颇有价值。图十九，王震序文书法。王震说。 道德根据理论切合事情，人生所不可虚于理也。道德所根据的理论与日常生活的事情十分相合，是我们一生乃至时时刻刻都绝不能离开的。但现代人。 却大都沿袭道德的形式和外表，而遗忘了其内在的实质，还未能详尽的明了、析疑、辨别，就已经舍弃了伦理道德的准则，而采纳西方的新知识。这或许是由于。 人们认为，道德是迂阔与陈旧的缘故。新知识固然足以增长我们的学识，譬如科学能够显示宇宙奥秘，阐明宏观和微观世界的真相，具有时代的价值。 但若想求取成效，与善经语这种技巧，仍然应当和伦理道德相辅相成，如此才不会胡乱用心之，而不至于暗昧在欲望的追求上。盖。 思想之美恶，人情之邪正，事理之向背，国力之强弱，事态之变化，咸系乎道德。无论是思想、人情、事理、国力，以至于世局的善恶变化，都关系到道德。 然而，所谓的心知，因为废弃了道德，就足以助长恶行；虽有优点，却不能彰显。更何况，道德还能够补救刑法的缺失，如同《道德经》所说的：“大象无形”，也就是。 最宏伟的形象是没有形迹的。实际上，全世界人失去了道德教育已经很久了。不但是断除众生迷惑的愿望难以实现，而且人民崇尚道德的希望更是难以实现。然而。 在劫难当前的时候，人们应当猛然醒悟，回头，这也未尝不是物极必反、否极泰来的好时机。此会顾名思义，用海门陈静怡先生所编辑的道德丛书，他汇集的内容。 宏观而博大，所分的类别条理分明，可谓是远古正经、改过迁善的好教材。若以此互相勉励、劝诫，共同来遵循，以达到共识，那么国家康泰，人民安宁。 则故不必于物质断短较短长也，也就是一定能够远离妄想分别执着之心。最后，王震先生用谦词表示自己以至诚诚恳的心写出这篇序文。若是读到《道德丛书》的仁人,人君子。 能够不怀疑我说的话，则信甚矣。唯有东仲，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，吴兴王震。四成语序文，《道德丛书》的第二篇序文是书法家程昱先生所作。成语字白家。 号家深居士，江苏武进人。图二十，程裕先生亲题词，《道德丛书》十五卷。程裕先生说：“人们都知道，西方人称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大古国。” 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，而中华文明的源泉，即是孔老夫子的思想，尤其是温厚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、忍让的五种美德，与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的八德，是我们东方独有的学说。 也就是独有的文明。诗大雅曰：“象在耳视，尚不愧于屋漏。”比喻即使在暗中无人的处所，依然保持端正的念头，无愧于天地神明。 由此可见，孔子的教诲是以端正人心为主。然而，近来一些读书人盲目的追求时尚，诽谤儒家学说，提倡废弃经典，使年轻的学子们也趋时附势。 随风响应。此外，执政者负无事无学，茫然不知治国之本在人才与道德，这是政治的乱象。于是，国运日益衰微艰难，人心愈加焦薄漏裂。 沉溺于情欲，恣意妄为，道德的防线全盘崩溃，使得中国遂成为土匪禽兽之国矣，愈来愈混乱。图二十一，成语序文书法，海门。 陈训丹先生将他的父亲敬一先生所编辑的《道德丛书》共有十五卷，呈送给王一亭先生。先生见了非常欢喜，因此他筹款来印行此书，并且画了十五幅绘画。 至于此书的开端，以引起读者的兴趣，正可谓是用心良苦啊！训丹先生从事于道德丛书的校刊工作，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完成，并请我撰写序文。 天下的事情，一千人都不能办成功，而要毁坏它，一个人就绰绰有余；一千天都不能做成功，而要毁掉它，一天就足够了。当今中国人。 既然全盘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，学习外国人的文化，外国人固然崇尚道德，有一国之强弱，是人民之德行的思想言语。相形之下，中国的孔子则说。 君子无终始之间为人，君子即使是在吃一顿饭之间的时间，也不可须臾舍弃仁德之心。是至于道，聚于德。读书是志在学道，落实德行。君子之道四焉。 有四种德行是符合君子的修养，即谦恭、严谨，使国民具实惠，使众民和宜。中庸说：“天下之达道五”，也就是指五伦。综上，简而言之。 无非是温良恭俭让、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的义理，所以蓄积培养道德，能够著书立说，就成为读书人，尤其是中国学者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。因此。 道德是我们人生时时刻刻都不可以离开的。有幸能阅读《道德丛书》的人，越能体会到陈静一先生与王一亭先生的深远用心，敬畏东方文明大国的美誉。 并再三强调，孔子所说的“教严”，为人人，为能爱人，能悟人，鸣起战鼓，攻打这些毁谤圣贤、无法无天之徒，鼓励这些宣扬圣贤教育的仁者，希望能改革教育。 回归圣贤传统文化，使得人才辈出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庶几得以生存在这个弱者被强者欺凌的世界。因此，我撰写了这篇序文。孔子，两千四百八十四年，注，从西元五百五十一年。 孔老夫子诞辰算起，也就是西元一九三三年，癸酉成玉。五巧兽库法在序文之后，刊载了王振先生的插图与故事。第一幅为巧兽库法，画中。 有一位孤独的人来投宿，而店主似乎严峻拒绝，难道不是一种果报吗？以下是故事的原文：商鞅巧授酷法，决求渭水，皆成赤。 作法商鞅太不仁，末路仓皇终自毙，须知后果有先因。图二十二，巧受酷法。图二十三。 巧受酷法的书法，商鞅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庶公子，姓公孙，名鞅，因封于商（今陕西商州），所以称为商鞅，号称商君。 爱好法家刑名之学，秦孝公任用为相，厉行改革法律，修订新法。商鞅执行政令非常严苛，命百姓五家为一保，两保十家相连。 故有纠察检举之责，一家有罪，九家共同举发；若不举发，十家连带处罪。凡犯有外患内乱罪、隐藏不告发的，一概斩杀。 百姓一家有两男以上不分居的，加倍征收赋税；从事工商因懈怠以致贫穷的人，就收他妻子充当官府奴婢。新法刚开始公布施行时，秦国百姓。 议论纷纭，有人说新政令不便民，有人说新政令便民。商鞅下令，一律拘押到官府，斥责说：“法令既然公布实施，你们应当遵令奉行。说不便民是违抗政令，说便民。” 是谄媚政令，都是扰乱民心，非法之徒，一概放逐到边疆去当庶卒，百姓从此不敢议论政令。太子嗣议论变法的过失，商鞅处其罪于太子师傅。 太傅公子虔一笔割鼻刑罚，太师公子假情面刻面额以墨涂的肉刑。由于行路惨刻，贵戚大臣及天下百姓多怀怨恨在心。秦孝公去世。 群臣奉太子嗣惠公即位，为报旧恨，下令拘捕商鞅。商鞅扮成族吏，逃亡到函谷关下。天色将黑，投宿旅店。店主不知他是商鞅，向他索取身份凭证，并对他说。 商君的法令，凡是住宿客人没有照身份证件，不许收留，违犯的要连坐处罚，所以不敢留你。商鞅喟然感叹地说：“我设此法，竟然自害己身。” 只好星夜混出关门，逃到魏国。魏国怨恨商鞅过去诱骗魏公子昂而攻破魏师，要求鲁以献秦国。商鞅只得逃返秦国，被拘。秦惠公一一举出他的罪过，命押出。 以五牛车裂惨刑处死，他的家族也全被诛灭。商鞅改革刑法条规，残酷不仁，结果害死了自己，印证了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。 道六结语，学习了《道德丛书》的序文与第一幅插图，让我们深刻了解到，因果教育是一门当今社会所必须的课程。若人人相信因果，则修身。 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乃至于往生成佛，必可指日而待也。以上是惭愧弟子真诚学习《道德丛书》模范人生观的粗浅心得汇报。 定有错误之处，恳请师父上人与诸位老师、大德会予批评辅正，无尽感恩。阿弥陀佛，惭愧弟子真诚顶礼敬承。 真诚同学的报告，我们听了之后有很深的感触。同学们认真学习道德教育是好事，道德教育里头。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英国教育，英国通世出世间一切法啊，现代人当然也过这个受过受到过去的影响。 这个过去也是近代，啊，民国初年，虽然对道德不再重视了，毕竟还有千百年来影响。 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啊，还要留有余地，不敢随心所欲。啊，那么最近的十年不一样了，真的叫对于我心敢做敢为。啊，他们不知道道德。 是候也不知道因果，甚至完全把因果忘掉了，一生没有听到因果，没有看到因果。 变成现代的社会，现在社会的动乱，在中国五千年到今天找不到啊，在外国也找不到啊。啊，外国人不讲求因果报应。 但是今天社会动乱，他们尝到了苦报啊,啊！苦报里头最明显的，没有安全感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。你出门了，还能不能回来？这是多么可怕！ 啊，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原因是忽略了因果，抛弃了因果，认为这是古圣先王欺骗老百姓的手段。啊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。 潮州道德讲堂从开办以来，到现在有四年，真正救了几万人。 啊，成就的功德，在这个时代无与伦比。啊，我问这主持人，你用什么方法能在七天这么短的时间让他弃我归山。 啊，一个恶人变成好人，贪官变成廉洁，你用什么教的？他告诉我，英国教育。啊，他收集现前的英国事实，举出实例。 报纸上、杂志上、媒体上所报道的，提醒大家，活生生的教训就在眼前，让这些学习的大众、群众不能不信啊！提醒他，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他相信。 于是忏悔、改过自新、回头了，证明古圣先贤所说的“人心本善”，可惜的是没人教他。社会媒体误导了众生。 啊，这个错误的导向，让多少人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本善，无恶不作。这个有没有报应？我们读了《道德丛书》，可以肯定的一句话。 毫无怀疑，必定有报应。啊，媒体，早年方东梅先生指着这个电视机，告诉我：，这个东西能害人，也能救人。 能叫一个国家灭亡，也能叫一个灭亡的国家复兴。问题在乎什么样的人用它，它本身没有任务。啊，完全在使用的人，他要能提倡伦理道德。 他是大善人呐、啊，他救多少人啊？啊，他要是播的一些邪术、杀到阎王，他害多少人呢、啊？那能救人的人，我们相信这人不是学佛准上天堂；害人的人，必定多啊，必定。 我记得我早年讲经，在台北集美附近有一个世界新闻专科学校，不少同学到我这听讲经，听完之后他们非常恐恐惧，来问我这个行业好不好？我说你自己去想吧。结果不学这个行业。 啊，不读这个，这个新闻学校了。一个错误的报道，一个正确的报道，英国太明显了。 啊，所以我常说，有两种人能救国家，能救世界，能毁灭这个国家，也能毁灭世界。这两种什么人？一个是国家领导人，一个是媒体主持人。 因果报应非常明显，你先去看，仔细观看他的下场。啊，我们现在来学第二篇，啊，这个书印出来了，广泛流通。啊，我们印一万本还是太少了。 中国人有实际意义啊，至少也应应该十个人一百一百个人就有一本了。我们的社会就有救了啊！印好书，印善书，这是好书，标准的好书。印光法师鉴定啊，你想做好事就印个。 普遍来劝导他者。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，各位善知识慈悲，不孝弟子善慧，斗胆尝试着递上这篇所谓的心得报告。 报告的题目是“信不信由你”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表法功德不可思议，望师父上人指正。一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 名号功德不思议，彰显弥陀本愿力，苦乐动静不暂舍，今生决定做佛去。一句阿弥陀佛，谁不会念？三岁小孩都会念。 可八十老翁念不好。下联公曰：“举来便会何曾会？看去似知实未知。”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原因不外乎两大类，一种。 是对名号的功德不认识，另一种是对名号的不思议功德有怀疑。弟子觉得，第一种不认识是愚痴，第二种怀疑是傲慢。他们不知道释迦牟尼佛。 三千年前出现在世间，就是来讲名号的功德。此话怎讲？善导大师说：“如来所以新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，唯是唯一。”也就是说。 每尊佛出现世间，唯一的理由就是来宣扬弥陀的本愿。弥陀的一成本愿海，就是信愿持名。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愿里，第十七愿说得清清楚楚。 十方世界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历代的祖师大德来到这个世间。 也是来宣讲名号的功德。我们最尊敬的师父上人来到这个世间，还是来宣讲名号的功德。有人说，他老人家也讲了很多的经论，但会听的人知道，老人家。 无论讲哪一部经，那都是指路牌。一部经讲完，决定把你导归到信愿持名这条路上。可见古德所说：“千经万论共指，无量法门贤归。” 一点儿都没有错。离我们最近的十四代祖师贤公大师，更是将名号的功德诠释的淋漓尽致，告诉我们名号的功德有多大。一句阿弥陀佛，能做佛。 而且是当生成佛，吓死人的成就，简单到使人不敢相信的成就，谁效法谁成佛，真的吓死人。上根的人看懂了，照着做，成佛了。 下根的人没看懂，但也一样照做，也成佛了。你说是不是吓死人？所以，师父上人讲经时说：“名号的功德，千佛万佛出世，说上千劫万劫也说不尽。” 有人听了这话有怀疑，说：“世尊四十九年就讲圆满了，也没用千劫万劫呀。”那你是不懂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法，足够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用了。 再讲多了，我们也接受不了。你不知道“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”这句话吗？所以，对名号的功德不能怀疑，不要错误的认为，释迦世尊、历代祖师。 以及我们最尊敬的师父上人对名号功德的赞叹，你觉得是赞誉之词？那你就完全错了。他们字字是真言，句句是诚实语，个个悲心切切。 我们相信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他老人家大慈大悲，一定会用究竟圆满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脱离苦海，令一切众生得究竟圆满的利益。《无量寿经》上说。 会与众生真实之力，弟子觉得就是念佛成佛这句佛号，确实超过一切世间诸所有法，一切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所助导师之行，就是劝导一切众生。 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我们难信能信，那是大智慧；难行能行，那是大福德。师父上人说：“事出世间，一切法当中，阿弥陀佛的能量最大。”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、业障，阿弥陀佛都能消。如果这句佛号都消不了的业障，名号以外，你想找任何一法去消，那就笨到所以然处了。因为阿弥陀佛。 得到十方诸佛的肯定和赞叹，称他为“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”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句“阿弥陀佛”得十方一切诸佛的加持。这句名号集中了。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能量，你说什么样的业障消不了，还要去找其他的经、其他的咒吗？你相信了，统统不用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全部解决掉，连做佛都能。 其他的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吗？师傅上人说：“一句阿弥陀佛，具足是出世间一切法；具足是出世间一切功德；具足一切诸佛菩萨名号。” 一切诸佛所修、所学、所教、所证，皆不出此一句名号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：拜梁皇忏是一功德名号里有；拜万佛忏是一功德名号里有。 百瞻茶忏是一功德名号里有，百观音忏、水陆忏等等功德名号里全部具足。那有人怀疑说：“真的具足吗？你有什么根据？”我们这些年听师父上人讲经。 老人家告诉我们：“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的德号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。”六祖能大师见性时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当然是事出世间。” 一切功德法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当然能出生世出世间一切功德法。听了这话，还用搞别的吗？不用了，一句名号，但只老实念。 不必问如何，一生不拐弯儿，肯定见弥陀。缘正三不退，当生就成佛。你若不相信，今生又蹉跎，六道三途苦。 永远受折磨，劝君听佛语，信愿念弥陀，远离旧近苦，永享旧近乐，分身度众生，愿同出爱河。印祖告诉我们一句阿弥陀佛。 只要念得熟，成佛尚有余欲；不学他法，又有何憾？所以他老人家说：不能念，要他念；不能专，要他专；不能一心，要他一心；不能相继，要他相继。 这一生就成了，这就是念佛的秘诀。对这句名号认可了，理解了，那名号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你也得到了，干嘛不干呢？师傅上人说，这一句佛号是大圆满、大总持法门。 至心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可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福德，能消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能增无量无边的福慧，更有无量无边的好处，称说不尽。可是当今有许许多多的敬业学人。 对名号的功德了解的不透彻，甚至有疑惑，总觉得念一句佛号心里不托底、不稳当，心里总有个万一怎样怎样。所以，我们有必要把名号的功德端出来学习，断疑生信。 佛菩萨自然知道末法众生的业障之所在，随心现量。郭漏匠、修无法师、巨型和尚、刘素清老菩萨，特别是来佛三圣，他们把名号的功德表演得淋漓尽致。 为大势至菩萨说的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做了正转，让末法有缘众生看了他们的表演，对信愿持名死心塌地。 对名号的不思议功德彻底相信，真正承认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三根普披，利钝全收；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阿切陀药，万病总治。我们看懂了，心服口服。 才真正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恩德无极，我们可以大声的说出：“我今生一定能做佛。二”二表法功德不可思议，诸君还要再犹豫。 我却弥陀执念去，三藏经典请他悟。我要速登三摩地，弟子专听师傅上人的经教十年。师傅讲经时说：“你一生遇到信愿持名的净土法门。” 你就是中了特奖。弟子理解，就是这个人具足了做佛的条件。一件好事、两件好事被我们遇到，还可以用幸运来解释。如果五件、八件乃至更多的好事都让我一个人遇到， 那就不能单单用幸运来说话了。第一个幸运，得人身，难如须弥穿针；第二个幸运，身到南瞻部洲，四大洲中佛法最兴盛地区；第三个幸运，生到中国。 南瞻部洲佛法最兴盛的地区，第四个幸运，生到中原，中国佛法最兴盛的地区。第五个幸运，遇到大乘佛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第六个幸运。 遇到净土法门，无量劫稀有难逢之一日。第七个幸运，遇到夏莲公的会集本，执思经者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第八个幸运，遇到黄念老的集注。 喜性生怨，千古第一注解。第九个幸运，遇到师父上人的惊教，唤醒善根，引发福德之第一稀有增上缘。第十个幸运，遇到贤公的正转。 手把手教你做佛，十个幸运说起来容易，细心较量。若不是具足深厚的善根福德，怎么可能遇到？缺一个幸运，往生净土都不可靠。真是，若不往昔修福慧。 十番幸运你不能遇，可是遇到之后，你能不能认识，能不能珍惜，能不能肯干，这才是问题之根本。说实话，这些缘，任何一个都是无量劫才能遇到一次。 我们今生有幸全遇到了，不是中了特奖吗？这里表法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凡夫，难道这么明显的表法，我们还看不明白吗？首先来认识下联工。 我们静下心来想想，什么样的智慧能汇集佛经？且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上的原文，没有改一个字，没有添一个字，且汇集的义理这么圆满，文句这么流畅。 使每一个读诵会基本的人都法喜充满，普通人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弟子拜读过《莲宫大事记语》，他老人家如果不是佛菩萨再来，怎么能写得出来？不是真正的过来人。 又怎知个中滋味？他自己也说过：“着事无如念佛好，此生端为大经来。”师傅上人肯定他是菩萨再来，莫乏九千年众生，全靠汇集本。 而得度脱，弟子是这样认识下莲公的。菩萨应是悯众生，五种原意即大成，一生独诵不间断，娑婆应坏净土成。 再来认识黄念老，那就更不可思议了。六年时间，给这部大经注解的这么清楚、明白、透彻、圆满，用了八十三种经论，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的著书。 共一百九十三种，以经注经，要不是真实的智慧，怎么想得出来？回过头来再想一想，注经所用的这些经论，统统看一遍，六年也不一定看完。 况且还要在这些经论当中，精简出最恰当的经句来诠释经文，而且又正是经文的本意，能让读过这部集注的所有众生各得其所，凡夫怎么可能做得到？ 冷静想想，我们就会从心底认可了。弟子对念老的认识是：老病残躯为众生，真实智慧助大经，起信生愿最稀有，保你做佛。 在今生，回过头来认识师父上人。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师父讲经时说：“释迦牟尼佛要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说不出这部究竟圆满的大经。究竟圆满的智慧。” 就是指妙觉佛果。那好了，师傅上人，要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怎么可能把这部究竟圆满的大经讲解的这么清楚、这么透彻、这么明白、这么圆满，使每一个？ 听他老人家讲经的人，对自己今生往生净土充满信心。套用印祖赞叹偶遇大师的话来认识师父上人，即使是古佛再来讲无量寿经，也不能超过。 师父上人之上，回忆回忆师父上人的足迹，看看师父一生的行持，谈谈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，仰慕仰慕老人家的德行，有佛法以来，千古。 第一人，他是释迦应世，他是接引导师，长吉光里正西杖，披红饰铠击法鼓，净空所以新出世，为说大乘无量寿。 为予众生真实之力，弘扬净土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唱演大经。老人家一生教学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 成就了无数的人，今生往生净土。大慈菩萨说：“你一生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往生净土，那你就是阿弥陀佛。”师傅帮助不止成千上万的人往生净土。 包括我们这些当生的这一批人，那你说，师傅是什么人？师傅一生的事迹、功夫、德行、境界，唯佛与佛乃能知。生闻一结思师智。 尽其神力，莫能测。你说，师傅是什么人？唱印大藏经上万套，人类文化的瑰宝《四库全书》《四库会要》，分送世界名牌大学及国家图书馆。 全世界推广群书制药，你说师傅是什么人？在庐江汤池做《弟子规》实验基地，证明人是教的好的，继而把传统文化影响到全世界，在新加坡团结宗教。 开有宗教史以来之先河，在图文吧打造和谐城市，创人类史之先河。在当今世界上，什么人能做得到？你说，师傅是什么人？在马来西亚、香港、印尼。 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建汉学院，在斯里兰卡建佛学院，还要在欧洲、澳洲等地建宗教大学，提出“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超智慧”的理念。每一个宗教听到都接受，都欢喜。 你说：“师傅是什么人？”联合国里做报告，开佛教史出家人之先河。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及政界要员以亲近师傅上人为荣。许多高僧大德对师傅上人赞叹备至。 我们这些敬业学人，更是以能亲眼见一见师傅，作为这一生中最大的幸事。你说，师傅是什么人？这还不能细说。你想想，放眼世界，有哪一个人能跟师傅相比？弟子不是崇拜。 说的是心里话，是事实真相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全体敬业学人对师傅的经教生万分的信心，得万分的利益，获圆满的成就。弟子觉得。 师父上人是我往生净土的第一增上缘，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增上缘。为什么说是唯一的增上缘？你想想，要不是师父佛眼圆明，我们怎能认识下莲公的会籍本？ 怎能认识黄念老的千古集注？谁又知道佛门榜样贤公和尚？所以我说，他是唯一的曾上元。总之一句话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名师你不能遇。 弟子对师父上人的认识是：九界导师是净空，应化娑婆救众生。我辈凡夫善福后，得遇千古一圣僧，广为众生开法藏。 百千万劫难相逢，讲经教学六十载，一人推动佛法兴，德谋天地贯古今，一生红砖演大经，释迦弥陀在应世。 我们弟子皆认同，尊师教诲不走样，一个不漏全往生。贤公的表演就更直接了。如果你不认识字，文化程度也不够。 或者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诵经、听经，亦或是读经有障碍，听经也听不懂，没关系，干脆就老实听话、真干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生不拐弯儿，这一生也能成佛，太简单了。 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等于是手把手来教我们做佛。我们末法众生想一生成佛，贤公给我们表演的最圆满。弟子对贤公的认识是：要想做佛，学贤公。 一句弥陀不放松，行住坐卧不暂舍，信愿具足在念中，但使一生常不退，临终弥陀远相迎，净念相继大功德。 原正不退，把佛成净土四劫，联手来救度我辈众生。我们没有理由懈怠，没有理由拐弯儿，没有理由说我不能往生。从夏莲公应试，到黄念老。 到闲宫，再到我们师父上人，这些佛菩萨为我们今生做佛，早已做好铺垫。我们看懂了，看明白了，今生就等着做佛吧。佛菩萨到这个世间干什么来了？ 我们到这个世间又是干什么来了？夏莲公把自己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说出来了：“着是无如念佛好，此生端为大经来，就是为汇集这部大经而来。”套用他老人家的话。 用在念老身上，着是无如念佛好，此生端为集注来，就是为注解大经而来。用在师父上人身上，着是无如念佛好，此生端为弘扬来。 就是为弘扬这部大经而来，用在贤公身上，着事无如念佛好，此生端位作样来，就是为大经书圣的利益做正转而来，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着事无如。 念佛好，此生端位做佛来。我们真有善根，真有福德，才会遇到这些无比殊胜、稀有难逢的增上缘。我们不用自己摸索着修，贤公用九十二年的时间告诉我们。 做佛最简单、最快速的方法，我们师父上人辛辛苦苦搞了六十多年，他老人家把如来的真实意搞清楚了、搞明白了，和盘托出给我们，我们只要全盘接受就可以了。那你就是大智慧。 大福报之人，如果我们自己搞，不一定有那么长的寿命，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智慧，可能这一生又白过了。这些佛菩萨的表法，弟子不敢说自己看明白了，但是我真知道自己太幸运了。 所有幸运的事儿都让我遇到了，那只有一个理由能解释：我今生做佛的缘成熟了。弟子生性愚钝，但我有个笨法，我就像过去拿着票进电影院看电影，要对号入座一样。 我拿着做佛的票对号，能度末法九千年众生的汇集本，我们学佛遇到的第一部经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千古第一集注，我又有幸遇到贤公的表法，我又看到。 师父上人的经教，我又得到，所以，我每天读下莲宫的汇集本，看念老的集注，听师父上人讲经，学贤公和尚念佛，我坚信，师父上人不会骗我。 我读会几本，看极注，听讲经，是忆佛；学贤公是念佛。大势至菩萨说：“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”所以弟子对上号了。其宝池里有我的莲花。 阿弥陀佛的大讲堂里有我的座位，不是我狂妄，是听师傅讲经，师傅帮我对上的号，我自己是这么想的。如果我们今生不能做佛，这些佛菩萨，包括师傅上人他们，不是白来了，佛菩萨。 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他们怎能做徒劳无益的事呢？所以我敢说，着世无如念佛好，此生端位做佛来。那你呢？佛菩萨的表法这么明显，我这样给你分析。 如果你还说那我也不行，那你来生只好再去轮回了。三思再思，诸位同修须听清，四节联手度众生，表法功德不思议。 信愿持名学贤公，无论苦乐与动静，佛号循环莫暂停，妄念纷飞皆莫管，耳根佛声要分明，三年五载定乾坤。 今生真不虚此行，往生西方缘佛道，文书普贤拜下风。万姓万修万人去，原正不退把佛成。信真愿切大菩提。 凡夫此心与佛同，诸位同仁当立志，我们极乐定相逢。弟子丈生慧浅，报告里面多数都是引用师父上人讲经时说的话，少部分。 是自己打的妄想，一定会有错误之处，祈望师父上人及诸位善知识批评辅正，不孝弟子善会顶礼叩成 善会的报告，如同他的名号一样，善会这篇报告，很能够启发人。 那对于有一些学佛懈怠、遇到瓶颈的人，会很有帮助。说的是没错，毛病有没有呢？有，病在哪里？ 不着相，就是真的；着了文字相，着了言说相，就不善了。啊，善与不善在这个地方，完全鼓励自己，帮助别人，这个善。 啊，大乘教理最宝贵的是教我们立一切相即邪法啊，那这个功德呢就圆满了。到这个世间来，确实是有任务。 有使命的啊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是你什么身份，男女老少，出家在家，啊，各种不同的行业，觉悟了，大家走的是一条路。如果不觉悟，个人走个人的路，啊，完全不相同。 觉悟的走这一条路是吗，什么往生极乐世界、成佛的道路啊？这条道路走到尽头，化上饮食，何况非法？心地干净，我常劝大家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。 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 只有阿弥陀佛是真的。阿弥陀佛是法性的名号。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明心见性，是希望证入常寂光。啊，这个名号回归常寂光，它就是常寂光。 长寂光就是无量寿，无量寿就是长寂光，是一不是二，啊，再也不分了，什么叫光，什么叫寿，一体了，啊，所以同学们，我们互相勉励，啊，这个报告要多看，有好处，啊，可是别着想。 他所说的想全瞎想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我们要得真实利益，世界乱了，佛法也乱了，不容易啊，很难。 我这两天有同学送来《苏大杰看布》他的一些资料，我看了之后，我总结一句话。 我看到习主席在世界各国的讲演，中国有救了，世界有救了。我看完苏大杰刊布的这些资料。 我知道佛教有救了，他还年轻，还不到六十岁，那是个再来人，不是普通人，啊，许许多多的地方。 我不如他，佛教有救了，我救不了佛教，他能救。啊，因为原先我常常想着，心里也很痛苦。佛法衰微到这种程度，藏传还有人，南传的还有人，汉传没人。 老一代都去世之后，后继无人。我常常为这个忧心。我也看到他的五名佛学院啊，汉传的出家在家人有一千多人呢，有救了。啊，这次他来访问，我非常欢喜。 啊！我要劝他，告诉他的学生，把汉传大乘八个宗复兴起来。啊，他的佛学院有很好的基础教育。啊，那么就是劝大家发现学化验。把显手宗复兴起来。 学法华，把天台宗复兴起来；学三论，把三论宗复兴起来；学法相为师，把法相为师宗带起来。大乘八个宗都有继承人，这个好事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发这个心，一切诸佛菩萨都会加持他。 都会保佑他啊！中国大乘佛法就能兴旺起来，这个希希望就在堪布身上啊！我们全心全力来做护法，来帮从旁协助他，帮助他啊！过年大家都知道。 我的九十岁了，给诸位所实现的人生苦短，九十年也弹指了。啊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苏大吉堪布，他所学的也是回归极乐世界，啊，到极乐世界。 大家聚在一起，紧密是一家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！一定要生战生佛法心啊，要互相赞叹。 要互相尊重，要互相学习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